在苏澳可以怎么拍，拍出不同角度的人文风情与优美风景。苏澳镇公所透过摄影比赛要挖掘出小镇魅力，经过四个月的征件，最后统计投稿作品人文组有102件，风景组106件，共有208件，而且已经上传在水水苏澳的脸书专页，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欣赏。能够来到苏澳，然后用镜头把你对苏澳最美丽的地方把它留下永恒的纪念，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就开始收件，所以这段期间也非常踊跃，总共有208件的作品。所有参与竞争的投稿照片，接下来会由评审选出得奖作品。不过在冠军大奖未揭晓之前，其中网络人气奖的部分已经先开跑，在11月5号投票截止前，可用脸书账号在喜欢的照片上按赞，最后会选出前3名给予人气奖鼓励。这一些摄影作品我们会放在水水苏澳，苏澳的水水苏澳的粉丝团上面，那看到谁得到最多赞，就可以得到最佳的人气奖。那我们希望所有喜爱这个摄影、观赏摄影的好友那可以在现在就可以开始到我们水水苏澳的粉丝团来挑选出你心目中你觉得最美的关于我们苏澳最美的相片。谁能打败众多摄影好手，拿下名次与奖金，11月中就会公布。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